有人在幕后天父案，天父是一个合作案，甲上大的通路商来合作。这个案，伊幕后抹甲乱七八糟，政府今日要讲几句话安尼啊？对我来讲，金州公司是金门的金龟母，咱袂使每一个选举讲到金州，都袂使你做歹代志的。我甲所有的董事讲，我们堂堂正正，抬头挺胸，咱做对的代志，咱都要讲予乡亲知影。金州公司，咱来挺伊，袂使予金州公司的员工感觉庆幸的，辛辛苦苦替金州赚钱，搁可能抹黑。我甲金州公司讲，只要符合四个条件，我拢支持。第一个条件，这个合作案爱合法合规，爱合法。第二个条件，这个合作案袂使出卖金州上重要的利益甲技术。譬如讲，陈县长对酒客摕去东北，安尼就是出卖金州的核心利益。第三点，这个合作案爱替金门酒厂赚搁较侪的钱。第四，就是这个合作都爱随时到市场来变化。所以天福的合作案符合这四个条件，我大声讲，咱最对的代志，咱替金州赚钱。天福合作案是一个成功的商业合作案，我们支持金酒，我们鼓励金酒，好的成功案我们勇敢的去做，不要怕抹黑，不要因为抹黑让我们金酒不敢开大门走大路，不敢往前冲业绩。所以咱做一个来支持金酒，甲金酒消停，好不好？好，让我们一起走对的路。